是邀请到鬼故王隔离那位李宝能老师，即是很不高兴的上来我们东头湾道九十九，为什么不要笑？因为你不是邀请的，你本身就已经在这里嘛。我不是邀请的本身你就已经是预任主持，我不是东头湾道九十九的常任主持，那么计的吗？那么就邀请的，我不是常任主持的不是，你已经成日在这里了观众投诉了，再见到我不会，怎会呢，我很喜欢你那么好多谢李宝能老师啦，今天除了无底深谈之外都撑我们东头湾道九十九号，欢迎你，大家好，欢迎老师，大家好。要介绍多次老师的个 title， 因为其实我哋无底深谈咧都冇正式啊讲老师的个 title 其实系乜嘢。咁啊，头先老师就指点咗啦，系临床身心行为学家嘅，啱唔啱？身同埋心系，身同心都要兼顾嘅，系啊，一齐。唔好意思，因为我之前咧就叫老师是心理学家，纯粹，但原来是有少少好大分别，唔同嘅，差好大分别。不如讲少少个分别。其实古典啲嘅心理学咧系由哲学嗰度变出嚟嘅。咁早期嘅心理学咧，简单啲讲，佢系一种叫做研究人嘅意识、潜意识。系咁啊，系用中国以前嘅口吻讲咧，就叫唯心。唯心。唯心，即系唔系唯物啊，唯相对唯心嘅唯物啦。咁所以早期嘅。即係我哋國家咧係唔承認心理學嘅，因為佢哋行唯物主義啊嘛。咁喺我去日本讀書期間咧，都係冇乜留學生，後期就出現啦。咁而我去讀嗰個行為科學咧，老師啊或者個課程本身佢係特別針對咧，係唔係心理學？咁點唔係法咧？就係佢係已經強調咧，係必須要係研究一個現象是有我哋叫做刺激和反應，是一對的，就變咗唔係只係研究一個人的心理啊或者潛意識啊嗰堆嘢啦。咁嗰個刺激物係咩咧？即係譬如有嘢俾我見到，咁嗰個物件同我個關係就構成一個心理行為。咁我哋就研究嗰個物件同我嘅反應，就捉個反應出嚟，就唔係睇我個心理。咁所以就衍生咗一路發展出嚟嘅而家嘅好多嘅嗰啲心理嘅評估啊，嗰啲其實就唔係叫心理評估，多數係屬於行為科學嘅。咁同埋有好多講緊，譬如巴布洛夫嗰只狗嘅流口水啊，你俾個鈴鈴佢搖下佢啊，咁佢點解會個鈴鈴聽到個鈴鈴聲佢會流口水嘅咧？有呢個反應。係啦，個反應咁嗰個條件反射喎，什麼咁就唔理佢個心諗乜嘢嘅，就睇個行為反應。明唔明啊？舉個話。哇！呢啲咁深嘅嘢，我明到一成已經好叻嘅啦。咁你叻過，你會其實上次咧，真正嚟講咧，李老師唔係第一次喺東頭出現嘅。咁之前咧，我哋講校園槍擊案咧，我都邀請咗李老師做一個電話訪問，因為當時咧喺台灣。哦，係啊，係係。哇！真係，我話俾你聽，遲啲真係要做一集咧，講呢個快樂殺人。因為老師咧上次即係做呢個訪問咧，佢好好啊，佢就好詳細咁解釋咗點解啲僆仔會喺校園嗰度咧咁開槍嘅，仲唔係講緊開一槍係連環掃射殺死啲同學啊老師。咁講咗成廿幾三十分鐘，我真係好辛苦先揀到四分鐘出嚟精華出嚟。但係咧仲有好多即係好正嘅內容啦，希望下次我哋揾集講呢個快樂殺人咧可以講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就主要分析啦，唔係分析呢個快樂殺人。都是殺人咯，系啦，分析呢個當然有殺人啦，我哋呢個東頭嘅特色嚟噶嘛。咁但系今日分析咧，主要係分析呢個暴力冤犯王。暴力冤犯王就冇我份，你乜揾我嚟做嘅？我都唔明白。咁有你份，你就已經應該唔喺我身邊出現噶啦，因為我好憎呢種人嘅。首先暴力已經討厭啦，仲要軟飯，食軟飯，即係雙重嘅問題，雙重嘅咁樣有呢啲咁樣嘅有啲咁樣嘅條件嘅人咧，都係一啲叫做難得嘅人嚟嘅，唔係咁輕易做到兩個條件加埋一齊。係啊，同埋咧，你知啦，最近咧，大家討論得甚囂塵上嘅就係呢個失蹤啊嘛，失蹤案啊嘛，係咪？咁啊，聽日我哋會講下集體失蹤啦，無底深談。但係咧，今日我哋講呢一個人物咧，呢個暴力軟飯王咧，都係一個失蹤者嚟嘅，佢一個被警方通緝緊嘅一個暴力軟犯係嚇，佢係邊個咧？唔止呢個問題啊，就算受害者都係離奇失蹤咗噶。受害者離奇失蹤，我當時離奇失蹤，係啊，冇錯。咁我哋都要其實都 update 翻大家啦。可能大家對佢個樣子都會有少少嘅印象啦。咁啊，因為咧，其實喺呢個警方嘅呢個通緝榜上面噶啦嚇，咁啊都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先，因為其實通緝犯嘅個樣咧應該係要 show 多啲嘅。咁啊，等大家
看看原來你身邊有個這樣的人的，究竟見不見到他呢？見到他呢有懸紅300,000，直情要立刻通知警方。不過我想補充一句，我又看到資料，不知道是不是相關，就說這個通告呢是去到1月26號是沒錯、啊、有限期的，有限期今年的，但是是2016年，但是都會續的、哦、會續的、哦、會續的、哦、為什麼會有限期的、啊、全部一直都會續下去的、okay? 啊、限期。那變成我就在這裡、啊、為什麼花家姐會提出這樣的題目呢？是不是因為因應著這個期限來提出呢？我唯有一月就到了是不是、啊、因為其實呢他都通緝了、被人通緝了兩年多了，2014年的12月呢就已經開始被人通緝了。他現在應該大概28歲了、啊、就個名字叫莫俊賢，牽涉在一宗荃威花園的衣櫃藏屍案。其實這宗案呢當年真的很轟動的、嗯、即是兩年多前呢大家知道了有宗這樣的案的時候呢，最震撼的就是說蛤、啊、這樣都可以、啊、在家裡的衣櫃裡面竟然發現不到藏屍，被人藏了屍，然後他家人是不知道，還有阿妹同一間房、嗯、都不知道的。究竟當年那個情景是怎樣呢？我們現在帶大家去回現場了。喂喂，咦，我是你家姐的同事啊，我想问呢她在不在这里啊？不是啊，她不是去了 trip 吗？蛤、啊、不是啊，她放假嘛，我昨晚本来约了她的，但她呢又不见人、啊、电话找不到她，她没来出了 trip 不说声的。蛤、啊、这么奇，我看看她的行李箧在不在房就知道咯。咦，他的细袋仔还在这里、啊、但他行李箧又不见，那就是怎样、啊、阿女什么事啊？大家最多是联想到机舱的啫、啊、但是这宗案发生之后呢，大家就很容易将空姐就联想衣柜，很容易就联想衣柜、哦、很短暂啫、啊、不是啊，都你不是记到现在，我真的记到现在挂勾到都挂勾，可能我对这些罪案的事就太过入脑了，还有我的奇案迷啦。刚刚我们有个聚会、嗯、就说大家可以 cosplay 扮下一些、即是案中的人物、啊、案中角色、啊啊、有一个、女奇案迷，她就一身的空姐打扮出現的，他說你猜我扮誰，我就說兩單而已，第一單就是容屍案，另外他說是啊是啊還有一單、啊、我說是不是這個、空姐即是藏在衣櫃的單、啊、他說是啊是 啊， 是 啊， 啊你兩個厲害、啊啊、他問那個他又記得兩單，答那個又記得兩單，是啊，他們已經是奇案蟲來的，真的入曬腦的了，很厲害的他們。咁啊，佢哋其實都好有興趣去聽翻呢單案嘅。咁、嗯、啊，雖然時間唔係好長啦，但係真係好震撼嘅，因為嗰陣時真係覺得哇，點解可以發生一單咁樣奇案嘅咧？係啊，有啲係嗰啲離奇位咯。就最主要就係頭先花家姐所講啊，點解真係可以嚇喺、啊、自己屋企衣櫃裏邊冇人發現咯？係咁啊，因為呢一個單位唔係好大嘅啫，500尺左右啦，就喺呢個全豐。荃威花園，荃威花園，因為又有荃威又有荃風，又都差不多的，都是荃字頭的，一堆的嘛，山上面那裡的嘛，但是這個荃威花園呢，它是在這個山上面的，是在山上面，因為都挺特別的，有些人就說鹽那裡呢那個交通不是太方便，是不、啊、是都便宜一點的呢？會都是相對在荃灣區來說是便宜一點的、啊、因為交通不是那麼便宜，交通不方便和真的叫做 pick 的，它那個位置它是直情已經是叫做屯門公路口的、那個、位置，是那、我記得鬼故王有一集就說過，就說如果女仔就想嫁個好歸宿、嗯、就不要住
在半山而又即係周圍冇 building 嘅，係咪咁講啊？如果你住嗰、那個屋苑啊，就成個屋苑咧係零零四四喺個山嗰度，而附近冇其他屋苑嘅，咁、咧就已經係其一個問題。嗯、如果你住嗰個屋苑，仲要你住嗰座樓係特別高嘅，附近啲樓咧都唔夠你高嘅，咁呢個其二嘅問題、嗯。如果你咁好彩咧啊，你住正喺嗰個屋苑，而嗰、那個即係嗰個座數咧啊，咁呢度嘅女仔咧通常咧都係會相對啊容易孤高傲寡啊，佢睇唔起人啊。佢睇唔起人嘅時間咧，就變咗就個姻緣運就會差啲咯。其實好合理，真係好合理。同埋個男朋友咧，想送你翻屋企嘅時候咧，條路都遠啲，辛苦。都會唔係可能浪漫同埋回程都危險啲，浪漫啲啊，浪漫啲啊嘛。佢唔使翻屋企就浪漫啊。係啊，有合理嘅，真係嘅。送佢上山咁樣，覺得好似會唔會覺得個女仔好似喂好巴閉咩嚟咁？可能會有啲咁嘅心態。唔係啊，都會會影響到個男性嘅心態嘅。嗱，如果尤其是住一啲豪宅區，個男仔佢又唔係嗰個 level 嘅，我日日咁樣送你翻。去到啲豪宅區，佢自己都會自卑嘅，明唔明？整下整下，佢就會唔想去啦。哦，心態上原來潛意識，佢不知不覺咁，佢都會慢慢離開。除非係我哋今集嘅呢個軟飯王唔同啦，佢嘅目標係食軟飯啊嘛。係啊，咁啊睇下佢咩心態嚇。咁啊喂，講到咧，就喺呢一個屋企裡面嘅衣櫃啊嚇，打開嘅時候，竟然見到阿家姐嘅屍體咧，係匿咗喺呢個衣櫃裡面，就係、是、屈膝嘅，咁啊屈咗喺裡面啦，咁啊。一定屈膝啦，唔會企喺度咧，因為個衣櫃唔會高得咁緊要嘅。想企喺度，我諗到跌翻落嚟啦。係啦，咁其實點解佢大家可能會好好奇啦？喂，點解你有乜可能啊？你瞓喺嗰間房，我家姐喺入邊死咗幾日，你點會而家先至發現呢咁樣，其實點解咧？嗱，我覺得有合理嘅地方㗎。嗱，首先第一個合理嘅地方咧，發生嘅事件嘅時間應該十二月嚟嘅。相對是冬天啦，冬天我應該要 check 下天文台嘅，究竟嗰日係咪真係好凍啦嚇？咁樣如果佢相對係凍嘅，咁樣你衣櫃裏邊其實頭嗰幾日咧，基本上咧係都未曾叫做發臭嘅。嗯，佢啱啱會發現佢咧就應該第四日啦嘛。嗰陣時間應該就開始臭嘅，開始咧就有水滲出嚟嘅啦。嗰陣時應該會有機會開始臭嘅啦，但係佢可能有少少臭味，未係好覺。但會不會跟他沒有那太多皮外傷會有關的、一定有關係的、一定有關係，但問題呢就算你沒有皮外傷也好，因為你始終人 有不同的洞、那些七孔、不止七個孔、他所有都會滲水的、所有屍水都會在那裡滲出來的嘛，即遲早都會臭的，問題是時間問題而已，冬天 當然就會好一些，再加上他雜物櫃裡面有其他東西蓋住了他，他其實說是有些雜物蓋住他，而且他的櫃呢是說很少開的、他不是放衣服，它是放雜物的、老師有什麼補充、我覺得不即同時呢都因為他的工作呢，他作為一個不穩定的工作出入時間、他家人都習慣了何時回來何時出去，其實他們都不理咁可能呢一個咁樣嘅，因為太密啦，係啦，都唔知你幾時唔喺香港。可能最初會大家會關心啊，知道幾時翻幾時唔翻，但係慢慢咧，時間長咗咧，佢哋都唔嚟啦，唔需要嚟啦。咁變咗咧，就間接造就咗一個咁樣嘅空隙喺度啦。係啊，同埋佢哋啲間訓咧，據我所知，因為我都識啲空姐嘅朋友咧，有幾個好似係啊，幾個咁多女仔係做空姐，都冇辦法嘅。我想問下，即係人靚仔，你係咪去旅行喺飛機成日聊啲空姐？飛機室裏面識都試過嘅，係啊，曾經試過啊。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咁，有啲係當然其他途徑啦。但係因為原來佢空姐啲間訓好得意嘅，佢哋話例如我編咗呢個禮拜係咁嘅間啦，原來佢哋好容易咧就會調間嘅。突然間例如有班機飛唔到，有個同事唔舒服啊，突然間你就會俾人調咗去。嗱，如果佢有交代同屋企人有傾嘅，喂，我要調間啊，今個禮拜咧原本飛三日，而家變咗飛四日，咁話咗俾屋企聽，屋企咪知咯。但係我覺得死者佢可能平時咧係冇乜點交代嘅。即係比較自由身啲，自由啲啦，即係話咧，你唔見我就飛咗啦，即係同屋企講你唔見我，咪即係飛咗啦。因為交代唔到咁多喎，咁複雜咁，成日今日又飛，聽日又話唔飛咁樣，係咪啊？有時又喺歐洲，有時又話喺台灣，咁有時又去咗非洲，咁你就唔知。你好似好羨慕咁，都應該唔會非洲嘅。不過呢一點咧，亦都應該同佢依個事件咧係會有啲關係嘅，或者我哋一陣會再討論呢點嘅。其實係即係佢嘅工作係嘛？佢個工作嘅性質。反映佢個性格，或者佢個性格究竟啱唔啱呢個工作咧，都我哋變咗可以相輔相成討論到。冇錯，因為頭先我哋都研究緊，咁如果空姐嘅話，會唔會真係愛情運又真係會爭啲嘅咧？感情上會難去即係穩定嘅咧？咁啊，但係聽阿鬼姑王講，佢身邊幾個空姐婚姻都美滿啊，係啊，嫁唔到俾我咪美滿咯，嫁咗俾我就唔美滿。呢個事實啊，真係。
咁老实嘅嚟睇，不过人系好复杂嘅。咁其实即系本身空姐啊，或者喺即系呢啲嘅交通工具工作嘅人咧，佢本身系流动啊嘛。咁嗰个人佢多数咧都系要受得住呢种变化或者系即系唔稳定嘅生活啦。如果佢受唔住，佢自己做唔到嘅。咁當然，如果積極啲講，可能佢中意添。咁佢中意啲性質嘅工作嘅人，佢嘅性格又會係點咧？咁樣，咁我哋就去一路咁樣去抽絲剝繭，可以去討論其實呢件事，係啊，即係案件，係啦。用玄學角度去睇翻咧，就係呢類人咧，通常咧，我唔夠膽去講，但係通常都係咧啲逆馬星係重啲嘅，即係中意，即係會走來走去，性格都係咁樣嘅，中意走來走去咁樣，所以先至會有機會有姻緣入到呢個。係啦，譬如舉例，佢中意咧，可能識好多朋友喎，佢好活潑咁樣咧，好主動咁樣去同人哋接觸個交往喎，咁亦都可能會構成一啲今次嘅案件相關嘅嘢。係咁啊，案中嘅死者咧就26歲嘅空姐啦，即係當年26歲啦。咁佢就係港龍嘅空姐嚟嘅，咁佢個名咧就叫做陳萬儀啦。咁其實咧就喺佢 Facebook 上面咧都有好多，你知而家好多照片都係 Facebook 啊，即係之後可以揾翻嘅佢一啲嘅照片啦。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佢都係相當之即係清麗可人嗰種啦，同埋咧都5尺7寸啊，都係幾靚女嘅一個即係外貌啦。同埋咧就好多自拍照嘅，見佢都嚇，即係好或者對自己都會唔會係幾有信心嘅咧？我覺得佢自己有自信。咁啊，外靚都係女性嘅啊呢個天生嘅。同埋呢個工作性質本身咧，如果佢太過唔自信咧，都幾難做嘅。係係係，因為佢要服即係叫做係服務行業咧，佢要去服務對方嘅話咧，佢要做到好多呢啲即係。調節到啊，係嚇，同埋都會濃妝豔抹啊，比較係因為咧，如果有啲人佢譬如自卑感好強啊嗰啲咧，佢再做一啲服務性行業咧，其實佢好傷害到自己，佢做唔到嘅。啊，咁啊係，咁啊係，咁佢同埋呢個行業都係有少少要靠個外貌嘅都。係啊，佢已經受聘於呢個工作咧，已經係一種自信啦。嗯，仲有啊，有啲空姐咧，即係我自己所知啊，我唔敢講陳萬儀嘅心態啦，自己佢會好希望喺飛機上面識到一啲。是不是叫大富大貴呢，即是比較上是有錢啊有經濟能力的一些人的，即他們會是透過這個職業希望認識到這一種人，因為事實上有我身邊有一些朋友他們是空姐來的，他們真的因為他真的這樣跟你說他又不是說到那麼明，但你會 feel 到他是這一種有少少這種虛榮心的。據我所知呢，因為我認識的空姐朋友他有提過這點，但是呢就相對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多。為什麼你有真的要認識到這班人呢，他們是要 serve 在一些 business class 或者 first class 因為陳萬儀都是 business class 的，如果你 serve 後面那些 icon 那些，相對這個機會就會微一點嘛不過可能會有這樣的憧憬，即是會希望自己可以，因為可能你身邊 有一些同事他是得到你見到啦，即係你望到有啲藝人咁樣就飛上枝頭，你羨慕啦。甚至乎或者係識到機師啊咁樣啦，即係可能會有咁嘅。我呢啲睇電視睇多嘅，係呢個鬆手雲霄啊。係咁啊，其實陳萬儀咧，佢就佢嘅生活都即係如果話佢死前啦，比較痛苦嘅應該係感情嗰 part 啦。朋友是多的啦，都是很多的。但是感情上咧，就似乎咧就比較麻煩啲啦。不如我哋交代翻少少咧，佢呢個死亡揭發之前啦，嗰幾日其實係發生咩事咧？12月8日嘅星期一咧，就2013年啦，佢就俾人揭發咗係喺屋企嘅衣櫃裡面啦，就過咗身啦。但係其實幾日之前咧，就係有少少跡象噶啦，咪鬼故王少少跡象。唔係，其實幾日之前咧，佢自己都喺佢自己個Facebook 咧都留過言嘅，都話自己喺感情上邊咧就重獲新生喎。係啦，即係咧，即係佢自己有一個新開始咁樣咧，重獲新，即係佢話有啲嘢咧，佢已經抌低咗噶啦。係咁我哋一間可以交代多啲呢方面啦。但係其實佢幾日前佢係幾唔使翻工啊，本身係唔係佢本身係諗住攞假添㗎，後屘咧就因為唔批因為唔批佢嘅。因為有些事情不開心但後來就變成了例假他例假又連續是3天例假說回他星期日的凌晨就被他妹妹發現12月8日但其實幾天之前星期三曾經 WhatsApp 的朋友就說哎呀我很想拿病假但拿不到很慘似乎是很正常跟別人聯絡中仲在生咁當然後嚟發現咧，懷疑呢個 WhatsApp 唔係佢自己 send 出嚟嘅。OK， 咁啊會唔會即係星期三已經遇害呢？因為到星期日發現屍體嘅時候咧，經過驗屍發現咧，佢係死咗係幾日㗎啦。
即係你知唔係 exactly 知道幾多日啦，咁大概兩三日啦咁樣啦。其實計翻咧，話唔定佢星期三已經過咗身都唔頂噶啦。咁啊，跟住星期四五咧，佢本身咧就係唔使翻工嘅，係一個例假嘅，所以咧冇出現，亦都冇人理佢，亦都冇人問佢去咗邊啊，或者誒揾唔到亦都冇乜嘢啦。但係唯獨就係星期六啦，星期六啊怪啦。星期六咧，佢約咗咧就啲同事嘅一個同事嚇，係就夜晚黑咧就十點鐘嘅。本身約喺機場等喺機場，佢好得意約翻機場喎。因为可能他们成日出出入入，同事啱啱谂住方便，系啊，谂住方便，谂住就约咗喺机场嗰度先等咗先嘅，跟住去边就唔知啦。咁因为他哋可能系想有啲嘢同阿陈曼仪去，陈曼仪英文名叫 Abby 啦，咁啊同阿 Abby 咧系去倾下，或者会唔会知道佢有啲嘢唔开心或者唔舒服，咁想同佢倾下啦。咁但系佢咧竟然咧系荒中了然，系啊，爽约啊！失咗蹤啦，系啦，咁之後就正如頭先個 drama 入邊講啦，就佢阿妹就收到佢個同事講話嚇，你家姐唔見咗，你唔知噶咁樣啊，咁啊跟住咧就，如果佢唔係入房去揾下佢家姐，即係見到佢家姐留低個袋咧，其實佢可能一直都唔會再揭發到。咁其實佢一個幾，佢阿妹都幾叻嘅，佢憑一啲少少嘅跡象咧係睇嚇，因為見到佢個袋喺度。喂，佢嗰個hand carry 啊，係 hand carry， hand carry 個夾啊喺度，因為咧其實我空姐上飛機可以唔帶大夾，係啊，但係就唔會帶唔帶個 hand carry 嘅，嗯啊。就佢而家就發現咧，點解 hand carry 會喺度嘅？嗯，就呢樣嘢就好神奇啦。咁啊，開始起咗一個疑心，先起疑心，先至周圍抄嘅，先至。我諗佢就算你揭開個衣櫃打開嗰時嗰刻，佢都唔係為咗揾屍嘅，佢都係揾下會唔會夾喺裡面嘅啫。我相信係啊，會唔會有其他嘅嘅行李啊喺裏邊資料啊嗰啲留低咗喺度啊咁樣嚇，所以咧一定係非常之震驚啦！即係打開個衣櫃見到阿家姐原來喺裡面，同埋如果唔係咁咧，一路。我想是直至有臭味才会开始有，不过那天不知道，我想隔多两天都会知道了。是啊，是啊，那他家里就没有说他妈妈在哪里住，因为我就不见到他妈妈的参与或者怎样，就住是跟父母一起父母，是啊，但是就他爸爸就有一起去揭发这件事，就是说他对家人来说真的太大的打击了，就是想都想不到真的会在家里这样死法咯。其實比較少聽是這樣的，之前有一單是2011年在南丫島，南丫島那裡就有一個女人，她就是外國人來的，來了香港六十多歲了，來了香港探過侄女，最後竟然被侄女的老公前夫呢就殺了，竟然就收在哪裡呢，收在個梳化裡面，還要縫上去，其實收埋佢喺梳化入邊縫埋佢嗰個人都其實都好唔正常，好唔正常。佢諗啲嘢唔合理啊！佢收喺嗰度，即係佢參考咗個 Hello Kitty 案嗰個，收埋喺個頭度。咁啊，即係實發現啊嘛呢、這個。唔係咁啊，唔係啫，但係佢諗住遲啲啊嘛，佢走得甩啊嘛。咁啊，跟住咧點解會發現咧？就因為嗰個侄女有一日咧就幫佢個女綁鞋帶，咁啊踎低嘅時候咧發現，咦有啲血水啊個梳化度滲出嚟啊紅色嘢咁樣。先知道原來咧就係俾人哋咁樣係即係收埋咗佢阿姨嗰個屍體喺裏面嘅，我都幾次嗰時花槽藏屍案咧都係啦，都係收埋喺個石屎入邊，但係其實最後都係天網恢恢啦。因為佢冇做防漏啊嘛，滲咗去隔離屋係嘛，啲血咁樣血水嚇咁啊嗰時林國雲都係啦，又話即係成條屍擺咗喺屍嗰個梳化底咁樣，都係好耐之後先至俾阿爸爸發現。佢哋成日咧都諗唔明啊，其實人咧身體裏邊咧超過九成都係水分嚟噶嘛。咁你死咗之後，水分自會溶解出嚟啦。係，佢成日諗住人係一個固體，其實係錯嘅呢個諗法。係啊，其實依一啲案件啊，加埋我哋都應該諗啦，人其實係好唔理性。係。咁如果牽涉到感情嘅話咧，感情本身就已經係非理性噶啦。係。咁而又牽涉到依啲暴力啊，會有情緒嘅失控啊等等嘅咧，其實又再扣多幾分咧，就其實人真係得幾多個 percent 啊？可能3-4% 係理性，所以不過真正嚟講咧，係只係一般得3-4% 理性。所以咁多咁荒謬嘅事發生喺世界，咁多悲劇啦。所以我哋要將每一件事作為一個現象去睇啦，去諗啦，究竟其實我哋作為人，應該點樣去注意啲咩問題咧？即係我自己心態上咧，就係譬如每逢討論或者係有傳媒問呢啲問題，我都好唔舒服嘅。即係我會好戥嗰個加害者，冇人想做錯事，冇人想去做一啲咧，即係自己已經即係你懺悔都懺悔唔嚟㗎啦，已經嚇。咁你要面對嘅其實，咁但係更加冇人想係變成受害人，唔會想被人殺害啊咁樣，冇可能。所以我哋一味係譴責嗰個施害者嘅時候，都了解一下點解會有一個咁嘅人
做一件咁嘅事，然之後我有咩啟發到其他人？喂，你唔好好似佢咁啦，咁樣。所以即係我有時會好小心去用一啲詞彙或者字眼咧，就係、是學術上我哋都要求咧，我哋係要中肯啦、中立啦。咁但係語言好衰㗎，你避免唔到㗎。可能你一用咧，譬如一系就聰明，一系就古惑。你是但一邊，你二分化咗、這個。你要另一個人，佢頭腦清明、清醒喎，咁都 OK 嘅。但你要小心去揀呢啲詞彙，令到聽嘅人咧唔會為所謂偏正或者偏負。偏正同埋偏負其實都係已經俾咗我哋一啲主觀，亦都唔信。你講得啱，老師。以前我講呢個寶馬山相思案咧，只不過係幫嗰啲加害者嚇嗰啲小朋友講下少少好話啫，都有人話。哎做咩啊？咁啊幫佢啊！做咩幫啲殺人犯？呢啲人啊，即係咩啦？生仔冇屎忽啦，嗰啲咁樣。死十次都唔夠啦！唔可以咁樣，我覺得唔啱咯。呢個咁嘅態度係係嘛？即係唔係話你去鬧嗰個殺人犯就會對呢個社會有貢獻噶嘛？係咪？即係你令到嗰個大家嗰個即係呢個悲情咧，係不斷咁蔓延。有時有啲即係譬如話有啲父母佢因為某啲原因啦，好嚴重嘅，佢覺得咁可能拖埋啲仔女啊，或者牽連埋其他人去自殺啦咁樣，咁好多時社會傳媒甚至乎我哋叫做專業嘅工作者，佢哋都會好批評嗰個大人嘅。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學術上去講嘅話咧，其實唔係去批評佢哋嘅時候，而係我哋將佢作為一個現象，我哋去嘗試去分析了解，其實點解會發生呢啲事？拆解一下，點解會發生呢啲事？佢哋個心態係點樣？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可以事先捕捉到嘅信號？可以避免阻止呢啲事情發生咧，自己又好，或者係身邊嘅人又好，點樣幫到佢哋咧？冇錯，呢個先係我哋即係從呢悲劇裏面睇到啲積極嘅作用喺度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單咧，即係藏屍喺 sofa 嗰單咧，都話即係嗰個被告咧話佢係一個暴力嘅即係軟飯王喎，都係嚇。咁啊，係咪真係處處都係呢一種人嘅咧？呢個社會身邊就好多嘅，即係我問題就尤其是咧呢啲其實唔係真係軟飯王，好多時係傳媒所造成嘅啫。即係咁啱佢嗰段時間冇嘢做啫，佢唔係代表一世冇做過嘢嘅，即係咁巧啫。咁我哋要陣間咧分析一下今日我哋講呢單案嘅疑犯啊，疑犯究竟係咪呢一類人咧，或者佢？其實點解會做一件咁嘅事？而家相信啦，我哋雖然佢係未拉到、未判，咁我而家即係我哋假設，因為從種種嘅跡象，似乎咧佢都係即係牽涉喺呢單案裏面啊一個角色嚟嘅。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想俾大家聽一聽，就係話當時咧驗屍之後咧，發現呢、這個女死者啦，陳曼儀咧，究竟佢身體上嘅一啲傷痕啊，可唔可以反映到究竟佢係即係遇到啲咩事咧？我哋聽一聽先。衣柜除了是偷情的第三者匿藏的地方，亦都成为杀人犯藏尸之处。只是穿着睡衣的陈曼仪双腿屈曲，被妹妹发现藏身于衣柜之中。经过验尸之后，发现女死者死去已经有两三日，尸身开始腐烂，颈部有明显的伤痕，手脚和膝头有擦损的痕迹，不排除他是被人勒死的。我的 X 想杀死我啊，真的。陈曼仪生前曾经向朋友作出死亡预告，估唔到死神果然已经喺佢左紧。至于系咪真系死于前男友手上，遇害嘅经过又系点？一切就有待疑凶落网之后，只可以一一求证。咁听到啦，陈曼仪咧，其实大致上嚟讲咧，就系话俾人哋咧就系立弊嘅，相信啦吓。咁但系咧个工具系乜嘢呢？又冇披露嘅、哦。啊、其實佢呢一個兇器有冇喺佢屋企揾到咧？又冇披露喎。究竟兇器係乜嘢都唔知道，咁樣係我哋點樣去揾？手啊，定係咩咧？係 因為啲資料比較簡單。唔係，佢只係話佢就係喺頸上面嗰個有傷痕啦。個傷痕乜嘢唔知道？係啦。
但是就相信他相信他是窒息挣扎过同埋窒息或者是颈部是受到这个即是被人勒过而死咁样咁、嗯、当时他的身体上面呢其实就冇其他咩外伤啊嗰啲㗎喎又冇话咩撞击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可以幻想到个过程会唔会好快呢其实好似嚴而嗰个男朋友呢前度男朋友呢佢都係成个颈都係伤晒係之后啦之后啲人发现啲人发现因为其实佢唔係即刻消失嘅係啦嗰段其实呢一个莫俊賢係嘛頭先一开始俾人俾人哋即係话而家通缉緊嘅阿水係點樣叫阿水啦阿水又称为三分王喎咁呢就话说呢係一个篮球健将咁就话呢佢係陈曼儀的前男友、嗯、因为当时警方呢就要即看看这个女仔究竟是什么情况下或者是被什么人杀死首先通常都是估是一些親、身边的人先的因为最离奇就是她家是没有被人爆过锁、啊、或者门窗都是完好的嘛就是说这个凶徒就是自己入屋的啦是不是即起碼佢唔係潛入嚟，好似以前有個飛天琴佬咧。哦，嗰、那個，因為佢自己本身玩攀石嘅嘛。攀石嗰個咧，歐陽咁啊，司徒咩嗰個咧？嗰、那個就真係犀利嗰個自殺啊嘛，後屘。係啊，嗰個犀利。嗰個就好誇張啦，整條繩咁樣就成個蜘蛛俠咁飛咗入去個女仔屋企，就殺咗人。然之後就喂，通常呢啲都會用翻自己嗰、那個應有技能啊。頭先你講飛天琴佬啦，你記唔記得呢個油塘電梯情殺案？係啊，記得。佢係八十年代，佢係電梯維修員嚟㗎嘛，本身啊，佢就利用翻自己個專長去殺人啊嘛。係 啊，老師有冇聽過嗰單嘢？嚇、啊，佢就喺個電梯嗰度整個，即係喺個匿喺嗰個槽嗰度。係啦、啊，就整停啊電梯啊嘛。跟住就殺死佢個情敵。情敵喎，咁、樣咁啊，即係呢愛情世界唔係殺情敵啊，殺嗰、那個情人。得不到手那個的啦，係嘛？咁啊，呢單案裏面呢一、這個莫俊賢咧，就之後啦，當然我而家都係我哋推斷啦，唯有話係啊，因為佢始終係未拉到。咁佢其實咧之後咧就即刻咧唔係消失㗎，佢係繼續去打籃球都敢死嘅，真係。我心態咧，我就覺得就話佢當時係諗緊點樣處理咯。咁佢約咗啲朋友，佢又覺得又冇失約啦，啊去應酬下咁樣咯。係喺應酬期間再諗下點樣處理咯。咁其實莫俊賢咧本身做咩嘅咧？佢本身係冇嘢做咯。係但係都有話佢係佢冇嘢做，但係佢話佢之前咧就喺呢個元朗嗰個 Yoho Town 嗰度咧就係做呢個地產代理嘅。咁佢活躍嘅範圍咧係元朗啊、天水圍啊，即係我地頭嗰度啦嚇。咁啊，佢喺天水圍嗰、那個嗰、那個籃球場咧，即係嗰啲政府嗰啲籃球場嗰度咧，就成日同啲波友打波嘅，咁啊有三分王之稱嘅喎。咁啊話説咧，佢之後咧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咁其實隊友係見過佢出現，就佢條頸咧係有明顯傷痕，有幾條添嘅。咁但係人哋問佢即係做咩事嘅時候咧，啊佢答得好妙啊！佢話咩咧？咖喱雞咖喱雞，仲好似喺度講緊少咁啊！係啊，唔係咁好似冇個心態上係點樣咧？其實你哋唔係因為咧你要諗一諗嘅就係話佢冇一來可能冇估過有人問佢呢樣嘢啦，咁樣。啊！突然間問佢頸上邊咧會有傷痕咧，佢好、啊、直接就係頸上面你見到有笪嘢都當咖喱雞啦。咁如果你同人講話咖喱雞，你都要笑笑口好輕鬆咁樣講啦。唔通你好嚴肅咁同我講咖喱雞咩？係啊，唔合理啊嘛成件事。即係好隨口答嘅，我覺得佢係嚇。咁啊，但係佢似乎咧就冇話即刻話人間蒸發啊，或者係匿埋喺屋企諗辦法啊咁樣，而係繼續咧如常咁生活嘅喎，係咪啊老師？係啊，有最初嗰段時間啊。咁啊，佢其實咧就本身就有工做噶，跟住識咗呢個女仔之後先冇工做啊，定係點咧就唔知啦。但係話説咧，佢哋之間嘅關係咧都幾差嘅嚇。咁或者咧，我哋晏啲可以再交即係第二 part 嘅時候咧，我哋交代翻究竟佢同呢個女死者之間咧係乜嘢嘅關係啦。咁同埋即係佢嫌疑係咪真係始終最大咧？因為警方咧都有話去揾翻呢個女仔嘅即係一啲情史啊。咁發現原來佢有個新嘅男朋友嘅，所以警方第一個揾咧就並非係佢呢個舊男朋友阿水嘅，係揾佢新男朋友啊，喺深圳工作呢位新男朋友。因為依個揾到啊嘛，係啊，佢第一個一定揾佢先啦嚇，然之後咧再根據其他唔同嘅資料咧就揾呢位阿水啦。係，咁但係咧其實阿水嘅朋友咧就話，第二日咧係收到佢嘅 WhatsApp， 即係佢除咗有出現繼續打波之外咧，佢原來咧
就后来有人说他问亲戚借钱、嗯、借了钱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嗯、还有有个朋友收到他的 WhatsApp 就说我好怕我杀了人，但这个朋友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玩嘢咩？講笑咩？吹水咩？咁樣正如當年咧，即係呢個丁啟泰啦，佢殺咗人之後，就同個 friend 講話我殺咗人，個 friend 都以為佢講笑。通常都係咁樣嘅。如果突然間有朋友打電話俾你話佢殺咗人，你都第一時間你唔會信嘅，係都會覺得係講笑多嘅。要請教下行為心理行為。身心行為學家李老師，即係佢依個行為嚇點樣反映佢嘅心理咧？繼續嚇去打波，但另一方面又著草，然之後又話俾人聽佢好驚，咁啊想點咧？佢係覺得男人咧，其實理論上咧就一般啦嚇，情緒咧就咁容易冇咁容易表達出嚟，冇即係冇咁傾向咧，係一有啲嘢就爆曬出嚟。係。咁但系出現咗件險事或者發生，假如當佢係做咗件險事啦，咁佢其實咧係首先要諗嘅咧，稍為佢冷靜咗啲啲落嚟嘅時候咧，佢就要諗點樣去處理啦，善後啦，係嘛？咁、佢已經係可即嗱個屍體已經處理咗啦，當、即時處理啊，定係後來翻去咧、其實都唔係好肯定。咁、而應該就係即時處理咗啦，如果唔係佢屋企人會出入喺個房嗰度，冇、理由即刻即係擠喺嗰度噶嘛。咁、而跟住第二樣嘢處理咧，就係咁佢點面對咧？去自首啊，定係去走啦、啊？梗係。咁、但係即使走，咁佢走去邊咧？佢一大堆嘢要面對啊。咁、可能其實咧，即係頭先即係阿鬼姑講提到就係佢好煩啊，你已經。咁、但係好煩嘅情況底下咧，據說佢去球場咧，佢冇落場嘅，佢就坐喺度睇波咁。咁、有出現嘅，但係好似冇打嘅。喂，但係問題點解佢會繼續出現咧？我唔係好明白。因為佢理論上佢仍然係正常嘅，即係如果佢唔係癲咗嗰種人啦，佢係應該繼續做佢正常要做嘅嘢嘅。但係佢要好夠僵先會咁做。係啦，冇錯啦。嗱，理論上咧，如果嗰個人係頭先我哋講，如果佢係弱啲嘅，佢就已經好慌失失噶啦。可能會好多蛛絲馬跡暴露咗出嚟，譬如翻到屋企啊，又會俾人發現啊，你發生咩事啊？或者佢可能咧已經係情緒變得好劇烈，可能咧就已經係完全唔知道應該點做。語無倫次啊！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咧就俾人發現咗佢有啲唔妥啦咁啊。咁所以咧。似乎佢系喺呢方面咧系控制得好嘅，佢系一个吓。但系佢似我头先啊听你个讲法咧，佢觉得佢系似阿丁启泰个，成单嘢似唔似啊？丁启泰佢杀咗人之后，继续去揾第二日朝头早，仲去揾援交，继续去照计。系啊，系啦、有啲甚至乎即刻揿人哋钱去吃喝玩乐，去台湾乜都有啦。系啊，即系原来系个个啲犯咗呢啲事嘅人杀咗人咧，佢谂唔到点样处理时间都系会咁样日常生活照过咧。其实咧，如果我哋讲紧咧。清醒啲嘅人或者理性啲嘅人咧，我哋系唔会做呢啲事嘅吓，即系我哋假设咁样，咁、而会做出一啲咁样失控嘅事嘅人咧，我哋唔可以期待佢系正常人啦。系啊，咁唔可以期待正常，即系佢脱离咗我哋大多数人嘅思维嘅。系，咁所以佢我哋觉得佢唔妥或者唔正常咧，都系合理嘅，因为佢已经脱离咗大多数人嘅思维。咁、當然有啲即係之前形形色色嗰啲，譬如話搭個帳幕喺中大附近咁樣嚟捉咗個人，哦 A B 色嘛，係啦係啦咁樣。喂，點解你影完仲喺度慢慢執嘢咁樣？人哋都嚟緊㗎啦，佢都唔會意識到，即係好唔正常嘅。佢沉醉喺自己嗰件事裏邊。咁頭先講翻呢一個情況咧，就係我覺得全部都係叫做個別情況去思考好啲，因為人咧其實。如果作為一種大多數人係會咁嘅咧，呢、這個我哋自己一廂情願嘅啫。冇錯。事實上每一個個案咧，都有佢自己嘅個性。頭先阿鬼姑咁講咗，佢就用翻佢自己嘅風格啦。嗱、如果係一個運動員，佢係一個運動員，我當佢啦、其實佢要冷靜嘅，佢要有好多應變嘅。咁佢發揮到出嚟喎，依件事上面，嗱佢點樣去應變呢件事咧？佢點樣去沉着應戰咧？我哋講。咁佢係做到啦，同埋佢諗到將嗰個屍體擺喺嗰個衣櫃裏面，而佢又可能諗到嗰個衣櫃你都唔方會成日開噶啦。嗱，嗰個衣櫃雜物櫃嚟嘅，佢可能已經知道呢個衣櫃咧係阿死者嘅，確認到一啲咧，即係頭先阿柏家姐你講係啦，佢知道呢啲程序啊，咁亦都知道佢屋企人咧未必會咁容易發現到啦，咁可以有啲時間走賺。如果唔係，佢可能即時就走咗啦，係嘛？咁所以其實佢係喺度部署緊啦，似乎嚇。咁但係咧。我哋都要小心啲去思考一樣嘢咧，就係呢件事咧，佢唔係突然之間發生，
因為我哋而家係討論啦，當討論係下一個題目，定我而家講住先咧，就係、其實佢哋之前咧係已經出現咗啊！依個題目就係軟飯王喎，咁啊，點解會構成軟飯王？依、個女仔咧，佢係用佢嘅信用卡透支俾佢，又好點樣都好，一路支持緊佢生活。咁但係依一個過程咧，嚟到一個地方咧，就係、個女死者咧，佢已經可能都辛苦啦，或者佢覺得佢唔想啦。咁喺依個過程咧，就爭執啦。咁但係點解會發展到咁嘅地步咧？呢個要啱啱講啦。但係咧，我最想大家去依一刻去討論少少，就係話其實點解呢個女仔佢會繼續俾呢個男仔入去屋企？嗱，佢係冇即係表面上佢係應該係俾佢入嚟啦，或佢自己入去除俾個鎖匙嘅啫。係啊。即是说他其实应该是不会意识到这个人是这么危险的，会不会呢？同埋他好像之前呢、有暴力事件上过庭，是啊，屯门，那就几个月前，是啊，有没有可能就要赔回钱给他、等等那些东西的，那可能很容易一句就是我来赔回钱来，咁佢都要開門俾佢入去，即係啲 excuse 啊，壓佢。excuse 啊，咁呢個女仔嚇，係啊，緊有呢啲嘅。咁個女仔佢會點樣睇呢件事？嗱，成件事一陣翻去，一陣講翻轉頭，都會顯露到就係呢個女孩子佢其實係有好多地方判斷錯誤嘅，或者佢性格上嘅可能一啲嘅即係疏佢自己性格上嘅一啲。叫不利啦，對不利於佢，或者佢善良咧，係同埋因為之前咧，佢都有意識過危險，因為同人講過咧，話佢前男朋友想殺佢噶嘛，嚇、咁其實佢有意識到呢種危險嘅，佢都開得門俾佢嘅，一係佢就衝門入嚟嘅啫，嚇、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就係、真係完全大意疏忽咯，係啦，疏忽啊，善良啊，其實人係好多時就係咁樣一路啲問題就出現就惡化，就係太好人啦。陣間翻嚟咧，我哋就係講下呢、一件事件咧，事先張揚嘅殺機啊。西藏呢有很多不同的奇闻怪事，他们有一样东西叫药狼，就是一种类似僵尸的物体。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安眠药我摊一百粒死了啩，那为什么才死得舒服啊？你安心啲啦，我做咗咁耐特派記者咧，話飲滴露嗰啲未死過一個嘅，花姐成日用嗰啲護膚霜咧，係嘛？嗰啲水銀毒，嗰啲鹽毒啊、水銀啊，鹽就最多。茶幾茶就香啦嘛，所以咪索索地，唔使咁麻煩噶嘛。去揾出其實人係咩嚟嘅？因為先天説係好恐怖嘅，但係究竟一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樣睇個世界？佢而家接收緊咩信息？林過雲啊，據說佢爸爸。好細個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唔係普通人，好細個對於成年人嘅好有反應，係咩？成年人啊，十八歲都未有反應喎、啊。哇！呢、這個唔正常咯，後天問題啦，後天問題。而且其實個人數係相當之多嘅，有好多古靈精怪嘢會發生過肥仔啊！佢上嚟咧係不斷叫你聽佢唱張學友嘅歌。有一次我做下同個客。咁佢突然間起身去擦背囊，仆街啦！終於輪到我啦，唔好殺我啊！點知佢個死產咧就喺度攞個震彈出嚟。星期一、三、五，摸黑潛行，發掘世界隱秘事。無底深潭。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10:30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